今天吃啥子？猪爸爸在为午餐做蔬菜汤。老爸，我们中午吃什么呀？吃果皮啊。啊，我们中午就吃这东西？你不要误会，这是你中午要吃的东西。啊，不是，那你们呢？我们吃超级无敌好吃到爆炸的牛腩饭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吃牛腩饭？错，是超级无敌好吃到爆炸的牛腩饭。好好好，你们这么整是吧？好好好，那我现在就跟这些果皮同归于尽。我就不信你们舍得我这样做，赶紧拿出好酒好肉管住我吧。怎么回事？我可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啊，他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好啊，好得很啊，一天家里烧两个垃圾，真是皆大欢喜啊。哈哈，好好好，那就再见了，这个世界。等一下，佩奇，我就知道人家是有罪行在的。果皮不能丢进普通的垃圾桶里面啊，他们要丢进这个蓝色的垃圾桶里。色盲啊你，这个不是棕色的吗？我说的是旁边那个。老爸，你好毒，你怎么舍得让乔治吃垃圾啊？香蕉皮，我爱吃。或许你说的对，老妈。来，乔治，赶紧把嘴巴张开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洋葱、胡萝卜和其他蔬菜削下来的皮都在里面。怎么整天在那边叨叨叨叨个不停？我都看得见，你还在那边叨叨叨。猪爷爷、猪奶奶会很喜欢的。好好好，给老人家吃这种东西是吧？你俩真是够缺德的。